我十四人摆，停摆停几多天？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照顾他十四万人，是我老祖宗，从过去叫翻山农工，养鸡杀鱼也差不多。我就开始的了，我这个就是靠我的，在九十天我这个茶楼，茶楼。他描写的品牌，就是超出那个品牌哦，他到底在去几块钱？他说人气不是高阶级的，你都给他去冷掉吗？那大伙去冷掉，他去，我可能他去的人叫那种去其他冷冻的，这个八成问题可以在微雨的时候，这个网红都过两个冬天。唔走快啲都感覺。